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. 女团 Wonder Girls 출신의 유비 한국 고대 왕초 선수 권순우 分手了. 10月5号，于彬的所属公司对外表示，于彬和昆苏努已经分手，决定以互相支持的方式回归朋友关系。前一阵子，昆苏努在亚运输了比赛后，将自己的网球拍摔在网球场和椅子上，还拒绝了对手选手的问手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今年5月，于彬和昆苏努克服了9岁的年龄差，公开宣布他们正在交往。因为这是于彬在2007年出道后首次的公开恋爱，所以就更加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。他们时常分享了幸福的日常生活。然后在公开恋爱的5个月后正式宣布分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。哦，真的分手了，哎呦太好了，希望能见到一个好人，看到那种样子能继续交往也是很奇怪，分手是很聪明的决定，再怎么对手让你上火了，看到那种样子的话真的会觉得很失望的。我妈看了后也说，这种男人一开始会对你好，之后如果跟自己的意见不合的话就会变得很暴力，绝对不想要这样的女婿。对于于彬的分手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希望两个人都能见到更相配的人。下一个消息是因出演 MOVETAXI LOCKET 소년단25 21 DP DRG 等获得很高人气的新生代男演员全炫怒，最近牵着女生的手在街上抽烟的影片被曝光而引起了争议。在公开的影片中，全炫怒在首尔江南靠着一辆汽车抽烟，他并没有理会周围的人，牵着一位女生的手正在聊天，之后就将烟头直接丢在街上了。他在 DP 演技很好，所以对他有了好感呢。果然艺人就是要在屏幕里面看，他丢烟头的样子真的好自然，第一次看到这种人，这样扔烟头着火的话怎么办？请好好灭火后丢到垃圾桶。之前常在夜店被拍到照片引争议的时候，我是觉得都已经是成人了，所以也没什么，但这个真的太不像话了。我应该不认识他，还觉得他为什么这么眼熟，原来是 D2MB 的男主，真的打破我的幻想了，不要乱丢垃圾，你这个家伙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在巅峰时期进行了最后的爱豆活动而令人感到难过的女爱豆们。나인 뮤지스 미나 애프터 스쿨 오렌지 카라멜 나나 모모랜드 연우 FX 크리스탈 원더걸스 소희 크리스틴 시연 我大喊着克里斯坦·西恩进来了，西恩原来这么小啊，西恩十八，在所属公司做了9年的练习生呢。哇西，克里斯坦和苏西，真是无法相信克里斯坦没有一张个人专辑，真的好想看克里斯坦的 solo。 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谁最可惜呢？